回来，拉回来。大叔不要跑，我们直播间有没有大叔嘛？哎，我想问一下，多少岁以上才叫大叔呢？有没有个界定的 ？Oh my god， 到底想干嘛？情书已经寄到我家楼下，写个告白都说的结结巴巴，还有那些泪人的话。救命啊，别折磨我啦！出门收到康乃馨一大把，你是想怎样啦？还来不及说话，心里对你已经彻底膜拜啦。大叔啊，求求大叔啊，不要吧不要吧，知道啦。哎呀，你说啊你说啊，你说的话猪他都笑啦。大叔啊，哎哎大叔啊，难道九九乘法表不会背吗？哎呀，你说啊你说啊，用恋爱公式解读的话，幸福会不会欧巴？大叔啊大叔高举高跟鞋合唱，说等到神灯出现就许下三个愿望。第一个愿望就是希望世界都和平，第二三个愿望就是希望升职加加薪。 Oh my god， 到底想干嘛？情书已经寄到我家楼下，写个告白都说得结结巴巴，还有那些泪人的话。救命啊，别折磨我啦，出门收到康乃馨是想怎样啦？还来不及说话，心里对你已经彻底膜拜了。大叔啊，求求大叔啊，不要吧不要吧，知道啦。哎呀，你说啊你说啊，你说的话猪他都笑啦。大叔啊，哎哎大叔啊，难道九九乘法表不会背吗？哎呀，你说啊你说啊，公式解读的话，幸福会不会欧巴？拜托，我不要，我不要啥？我不要牛肉干。什么打折？大叔啊，求求大叔啊，不要吧，不要吧，知道啦。哎呀，你说啊，你说啊，你说的话就他都笑啦。大叔啊，哎哎大叔啊，难道九九乘法表不会背吗？哎呀，你说啊你说啊，用恋爱公式解读的话，幸福会不会欧巴？我说我不要牛肉干，不要牛肉干太。